在这个说明短片中，我们将逐一为您介绍如何使用您的吸脂蜜丽肤仪，从而达至透亮、白皙和紧致 V 脸。以下为您所需知的丽肤仪主要部件：按摩头盖、太阳摩头、电源开关键、强度控制键、操控屏、强度显示屏、充电槽。若您有化妆，请先彻底卸妆，开始深层洁肤。先用清水洗湿脸部，将洁肤霜泡沫均匀地涂在脸上。首先，将按摩头盖除下，启动丽肤仪，选择 C 洁肤模式，选择适合您的强度，开始滑移。以由下往上的滑移方式，从下巴滑移至脸颊。额头、鼻部模式结束后，丽肤仪会鸣声两次，以示结束。按下电源开关键关机，以清水洗净脸部后，轻轻擦干，继续您的日常护肤程序。洁肤及调肤后，您可搭配您的护肤品使用 V、B 或 L 模式。使用 V 维生素 C 模式前，先将维生素 C 精华液均匀地涂抹于脸上。启动丽肤仪，选择 V 维生素 C 模式，选择适合您的强度，开始滑移。以由下往上的滑移方式，从下巴滑移至脸颊、额头、鼻部。使用 B 吸肤模式或 L 嫩肤模式前，将护肤品均匀地涂抹于脸上，请时刻确保有充足的护肤品可让按摩头顺滑地在脸上滑移。启动丽肤仪，选择 B 或 L 模式，选择适合您的强度，由下往上开始滑移。请使用和 V 维生素 C 模式同样的滑移方式。丽肤仪也能呵护您眼周较为敏感细致的肌肤。开始护理前，在眼周肌肤涂抹上眼霜，启动丽肤仪，选择 B 或 L 模式。针对眼部护理，请只使用强度1和2。您可选择滑移方式或停顿方式来按摩眼周。若采用停顿方式，请注意在同一部位短暂停顿，避免停顿超过1到2秒。针对采光模式，您可选择搭配或不搭配护肤品使用。按下采光模式选择键，一次为红光，两次为黄光，三次为蓝光。若您涂抹了能够让仪器顺滑滑移的护肤品，您可选择滑移方式按摩，否则请采用停顿方式，以避免对肌肤的拉扯。热能模式是一个单一而强效的护理模式，自定时为15分钟。若您选择使用热能模式，请勿同时使用 B 或 L 模式，将护肤品均匀地涂抹于脸上。使用时，请时刻确保有充足的护肤品可让按摩头顺滑地在脸上滑移。如有需要，请随时补充涂抹护肤品。启动丽肤仪，选择热能模式。使用热能模式时，请只采用滑移方式。在每个护理模式自动完毕时，丽肤仪会鸣声以示结束。按下电源开关键，关闭仪器。每个模式都有5个强度供您选择。初使用者，请从强度1开始使用。为达最佳效果，请确保按摩头上的所有按摩点都紧贴在您的肌肤上。若在护理中途需要暂停，按一次模式选择键；若要继续，再按一次即可。请注意，在采光模式下没有暂停功能。欲达最佳效果，请每日使用 C 和 B 或 C 和 L 模式。请每周使用2至3次 C、V、B、L 整套护肤程序。请用湿纸巾或消毒湿纸巾来擦拭清洁丽肤仪，然后自然风干。请勿用水直接清洗仪器，或将仪器浸泡于水中。为仪器充电，请将仪器与 USB 连接线衔接，然后连接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。将丽肤仪充满电需3个半小时。充电时若要查看电量状态，请按键开机查看电量显示灯，绿灯显示仪器已经充电完毕，黄灯表示电池电量未满，请随时充电，红灯表示电池电量过低，仪器可能随时自动关闭。每日使用吸脂蜜丽肤仪，透亮光泽，健康肌肤，紧致 V 脸，轻松养成，充分掌握转变肌肤，由吸脂蜜丽肤仪开始。